神死不管。啊！啊！嗯，好错，给你。咋了嘛？那你不要欺负我。你服我吗？不，你洗水洗了。谁的吗？你撞！现在，最近厂里面效益不好，这样就吃点猪肉粉吧。那我就献丑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拿起扇子，拿起扇子。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明天没有精神，你试一试。我的，站下来。